彭主席以及我们谢议员、林议员以及各位代表县长，还有我们的林村长，还有我们各位媒体朋友啊，大家早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庆祝中秋节的一个活动，月亮什么东东系列又要开始了。东山乡今年特别的为全国朋友来创新来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视觉。来让我们全国的好朋友一起来这边来拍照打卡。那我们今年看到的月球有3米应该是全国最大的所以刚刚的记者朋友跟我们说月亮变大了，因为过去只有10米今年变13米，月亮真的变大了每到中秋就是一个月亮就分外的圆。那我们在入场处的部分就看到一个太空人的一个迎宾的一个进场。那呢13米的大月球每天在晚上6点它就会开始会有打灯光会亮起来，仿佛让各位漫步在月球中来欣赏我们的月亮。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与月球的在太空的一个漫步所有的朋友来到这边用好的心情与我们的月亮来邂逅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秋美景所以欢迎全国的朋友可以把握这样的机会一起过来另外那我们也应景的来只要来这边拍照打卡我们就会送人今年特别好吃的东山柚子。我想柚子东山乡是柚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区那我想大家来到这边欣赏月球之际那我们也帮柚农来促销所以我们准备了1500斤的柚子来分享给来自全国的好朋友欢迎所有朋友一定要把握这机会利用脸书利用的 IG 来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中秋的美景分享到给我们所有全世界每个角落的好朋友在此来祝福各位中秋佳节快乐谢谢。